这个地方原本荒烟漫草，草比人高，幸好台湾人选出一个蔡总统，有眼光，有魄力，关心大南方。幸好我们地方市长非常努力，要让地方发展。一切的发展，我不是来听产值多少，就业机会多少，我是来听这个对人的健康帮忙多少，对生命的照顾、救助、尊重多少。所以，如果成大做得好，那我们就相对支持的快。我一向如此，做越快，我们支持越多。啊，越做越觉得好，那我们就越支持。所以今天很高兴，这个如果能做起来，那不只是儿童医院，不只是青壮男孩受到照顾，是整个这个周边往外一直扩展，那整个云嘉南各方面都受到照顾，各方面都受到照顾，尤其在座的各位教授、学者、专家都是各方面的权威、各领域的干部，这个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大舞台来发挥长才，一定是一个好将来。特别请大家一起努力，让这个落实最重要，进度最重要，扎扎实实最重要。谢谢大家。